另外，在確認輸入指示的時候 ，CAMS 亦都支援所有證監提供的指示類型，所以我哋在不同的時段都可以因應需要下達適當的買賣指示。而其中一個指示類型 D 是 CAMS 內置的特別功能。如果我哋揀咗 D， 所下達的指示並不會直接掛上市場，而是 send 到去負責買賣的 dealer 手上，由他哋負責跟進買賣。這個功能令到武裝 OG 的行家都可以使用 CAMS 的流動經紀支援，大大地提升日常運作的回報和效率。